阿东阿布叫美玉。进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Jesus。各位观众，最近我们请来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不太开心，哎，为什么？市长柯比不开心，哎哎，请留言给阿多哈说，阿多哈新闻台北报道。上个月我去西班牙看家人。爸，我想念你哦。突然想到，哎，台湾人怎么看西班牙人？西班牙语？真的吗？西班牙人讲西班牙语吗？怎么可能？太离谱！应该是讲英文吧。斗牛。Ole Ole。你知道很多西班牙人讨厌斗牛吗？多拉明哥。Ole Ole。我不会跳。Ole。玩家马德里。哦，热情。哦，海鲜炖饭。哎呀。巴塞隆纳，你知道马德里人跟巴塞隆纳人关系不好，你是故意想要让我生气吧？是不是？不会啦，还好我是台天大楼人。葡萄酒，会吗？奔牛节，被撞到都是喝醉的外国人。套卡特赛，套卡特赛，即使你知道奔牛节跟奔牛没有什么关系，只不过是里面的一个活动而已。番茄节，好玩吧 ？Tapas。Nadal Gasol Amodova。 这个导演的故事都很奇怪。 Jesus 说得好，靠，你们都觉得我们都好嘞。台湾人不是都是不是？好啦好啦，其实你们对西班牙人的了解比西班牙人对你们的了解多很多，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。不过我不想要你们只知道。Ole。 西班牙还有其他的，有一些很美，有一些很有趣。今天 Jesus 来回答你们的问题。今天 José 不在。 José 跟阿妈去哪里？你们可以告诉我 José 跟阿妈去哪里吗？ Jesus 会炒饭吗？今天的第一个诡异问题，恭喜恭喜，那老外是你来吗？相对不错，恭喜你哦，找到了情侣。阿龟，你还说中文好了，其实那个老外真的有一点像。芭比，今天看到外国人不叫美语的那个男生，我还跟他 goodbye 哦。悠悠悠悠真的很可爱，那天我看到一群小朋友，然后跟他们 give me five， 但是大家都被吓到，没想到悠悠就跟我 give five， 赞，对的态度，我喜欢这样的小朋友。干嘛怕多啊？你的节目实在太好玩了，要不要试着整集讲台语看看？我跟你说，虽然我的台语没有很好，但是我跟你说我会。Jesus 可以试试一个 cosplay 的主题，我从很久以前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想要拍这个主题，所以我需要很多喜欢 cosplay 的朋友来帮忙，你要吗？ Jesus 如果说你的坏话会如何？不是很多人说我的坏话吗？也没怎么样啦。最近明视的八点档开始由阿多拉进驻演戏，你有什么看法吗？为什么没有找我？被送？我不够夸张吗？ Jesus 想请教两个问题：一，西班牙人有没有不欢迎外国人做什么事？做坏事，跟每一个国家差不多了。二，在西班牙的华人比较不适应当地什么样的文化？基本上那边的华人都是做生意，比较不管我们的文化，他们不会考虑是不是应。太认真的问题，非常文静的小孩，难怪是一个内外兼修的小绿绿。Jesus 你好，我是一个55岁的欧巴桑，看过你的影片就成为粉丝，请问二分之节目有来找你吗？推荐你居好吗？请问你在哪儿教西班牙语？结婚前学过一点点。欧巴桑你好，他们找过我，但是有一段时间我不太想要上节目，我在一家补习班教欧美亚，教西班牙文。不应该帮他们打广告，无所谓。这位是你吗？有一点恐怖吧。阿妈，你会念这个字吗？拜托了，这个是奔，就奔牛节的奔，另外一个写法。唉，西班牙人呢
怎么会不知道那个字吗？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考老外的中文，想要笑我们吗？这次 Q&A 我要问 Jose 对 Catalunya 独立公投有什么看法呢？你没有办法问 Jose， 但是我帮他回你。这件事很复杂，但是基本上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。想要独立就独立啊，我台天大陆人啊，问谁啊？黑叔叔，你为什么那么帅？天生的吧？请问有帮黑猫小吉洗过澡吗？你有洗过澡吗？黑叔叔，你真的超有种，赞！好像是哦，赞！叔叔你好，你觉得你很帅吗？愤怒海绵宝宝，这个是今天第二个诡异问题。黑叔叔怎么跟你哥留一样的胡子？他学我了，不然呢？黑叔叔，你真的被掰掉了？怎么可能？老板不敢把我掰掉吧？嗨，被骗吧？哎，喂，对对对，什么？老板不要这样子啊！这个礼拜的 Q&A 就到这儿，所以记得这个礼拜有很多问题，这样我还可以回答了。Q&A。哎，今天阿妈在哪里？阿妈。阿妈，怎么没有来帮忙？太过分！你知道阿妈在哪里吗？记得每个星期，不管你在加班、去夜店，或是在家里无聊，记得收看《阿豆不敲梅雨》。如果是第一次看我们的节目，就订阅，千万不要忘记跟你的朋友分享。下个礼拜见。